累了，好大的哈欠，这阵子在找那个，我们在找那个日本的行程，所以小蔡到晚上都一直在找行程，找蛮晚的。因为我们要去玩的，我们都是自由行，各位，自由行，爱开就得去干脆做了。因为我们不是本地人啊，一定要花很多时间。东西来了哈！来了，早上寄来了。哦，各位，各位看，这箱是我一手不无法掌握，我放着好了，拿过来。一直在等，等好久哦，我终于买到了。对，这箱我在美国亚马逊买的。哎呀，你这个物件哈，这个物件，我们台湾买太贵了，而且也不见得买得到。然后有的那种大陆在卖的，还是说其他地方在卖的，都很贵，都3万块。所以我找到后面，只能找到那个美国亚马逊去。然后怎么运回来的？各位不要再问了，去看一下以前我们分享的那个，转运的那种托运转运的公司。如果你是要从日本、美国、英国转运回来的，那你就是去找我们那时候分享的那个公司，因为我们都是用那个转运回来的。淘宝的就不用，淘宝它本地的那个物流就超便宜的。所以你就用淘宝本地的物流，你随便一件都很便宜的。好，各位，我买了什么东西？各位，我们这买这个多少？6000多块，快7000块，对不对？加上运费就7000多块。加上运费7000多块，但是还是比人家买1万多块便宜多了。看到吗？一个箱子，这样各位看得到吗？化画面，妆箱吗？不算化妆箱，这个是，其实这是一个什么？我拿出来一点好了，这样大家可以看到画面，看得比较全面。这个是比较大的这个这箱子看读起来。稿机。很像那个007耶，007号，然后里面打开有很多美金，美金，噔噔噔噔噔那种感觉耶，有没有那种感觉？哦，美金呐，开开有钱呐。各位，我们里面打开给大家看到里面的现金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讲出去。因为这个，少吗？我们这样吗？这样开吗？我们先这样开好了。这个里面的东西很，这个屁股已经破去。哦，开始得头病。得头病啊，搁扛起来。不扛起来。卡袂起来啊。哎，都爬上了，啊，拜啊。勉强，勉强，啊好，这样好了。看不起来哦，打开了，大家看不到对不对？来，对，好，大家看不到。我再盖起来，给大家再看一次。美金呢？打开了。噔噔噔噔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还用这个东西这里有保护点受损，是因为啊，它他啊，因为他用这个啦，卡这个，然后来，我给你看，好，到底是什么嘞？
哦，你看它这用这个保护住。蛋瓦一个呀。耶，打开了。哦，这个，还有这个这一组，这是一个架子。嗯。然后最重要是这块板子。板子。哦，这块是那个倒影板。倒影板。对。这个就是吼，我们如果说有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拍影片，要跟大家分享，哦，内容啊，好，一些做菜啊，哦，大家可能里面有我们有一些步骤，哦，那步骤可能要写在里面，对，哦，然后再跟随着这个，哦，那个手机或是 iPad 让它投射出来，嗯，哦，那我们再教大家步骤，还是跟大家分享的内容，就比较不会落掉，嗯，算是一个提示版。嗯，对。那，啊，这个东西不要小看这个东西，它这个因为又要做手机投影或是 iPad 那个平板电脑去倒影，这个要做的比较大，它又刚好倒影过来是正中央的，所以像这种就很贵，嗯，一般小的一个就要3000多块钱，嗯，3000多3-4000块钱啊，我们要买这个大的就呜，哦，我们这个算是大的啦，对，这是大的。我们眼睛不好，用大的也是不错的。那你各位大家理解哈，目睭不好。目睭不好。我，哦，所以这块黑布看起来会当做柔软的呢。做柔软哈，它就是要把镜头盖住。哦。盖住镜头用的。是。它需要遮起来啊。哎，对，要遮起来。嗯。所以这还我是第一次收到哈，我在看网络上。美国人他们在用，好像都用得不错。是，哎，好好玩的玩具哦。好好玩具哈，哦，这个玩具要6-7千块。好贵的玩具，啊。对啊，而且你看，他很怕这块玻璃，这块玻璃哈，很怕它破掉。是。超怕它破掉，所以他这个东西要用这么大的一个箱子寄来，嗯，然后有那么多的防震海绵，因为它这个也不是普通的玻璃啦。哦。各位，它这个不是普通的玻璃，但还是要很小心。对，所以要很小心了，啊。所以光是这个东西这样的话，就要花这么多钱。嗯，哇，这个箱子好好玩啊！哦，对啊，有点像007哈。对啊，你电影看太多了。不过这个东西接下来应该会，嗯，比较。可以帮助我们工作更流畅一点。对对对，然后跟大家分享东西也比较不会落掉。嗯，对，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只记得前面，然后后面就忘记了。欸，各位大家知道那个这种年纪哈，是有的，会年纪他很快乐。嗯，哎，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比较杂吧，所以要记的事情就是很杂。对，所以更。那个记忆力就更不好了。没错。哦。那是一个滑轨吗？对，那是一个滑轨。我看一下这个是要怎么用。它这个好像是要装在这个上面。嗯。看起来。然后相机是在这儿。哦。装在这儿。然后它这个是这样整个套上去的，从这里。从屁股底下放上去，我，哦，要很小心哦，那一片镜子。我要说你一下，我想用卡的玻璃破的时候，6-7千块都不一样。嘿啊，6-7千块都不一样。啊，咱这个箱啊，都没有作用啊。哦，这个箱子，这个箱子就是保护它。如果说我们要拿到其他地方去的话，哦，因为这个玻璃很怕破掉，再破掉6-7千就不见了。嗯，欸，各位，其实我们这个拍影片，大家觉得好像。欸，手机就能拍了，当然是这是不错，但是问题是手机你还有很多的东西，包括一些录音车一大堆器材，其实，嗯，好，还有硬体软体，我们光是现在在录音这个麦克风就10000多块，嗯，因为要给大家好的这种收音品质或是好的品质，这是一定必要的。对，
哦，啊，那如果说只有手机在拍摄，跟专业的摄影机拍摄也一定是不一样的。嗯，我刚刚以为这个盒子可以拿来真的装钞票。哦，装钞票、欸？如果整个都是装钞票，那也很棒啊！一天存一张100块在里面，存到我们60岁的时候，就可以拿着这一个纸箱去环游世界。然后打开的时候就发现，因为通货膨胀，那一袋这一盒纸箱子值多少钱？好笑。好，各位，那这个东西改天我们把我研究研究组装起来。嗯，我觉得应该研究组装好再看看。因为我也是刚拿到，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说，哎，这个东西怎么用这样？对啊。但是因为很多很多的朋友应该也不知道这个。也不需要用到这种东西了，这是我们才会用到。嗯 ，OK， 那要不然就先这个样子了。好的。那今天分享就到这。007皮箱开箱，耶耶，拜拜。就是为了这个东西。